因为呢，我们就整体啊，我们只能说整体，不说个体。我们整体社会在年轻人的培养过程中，他的过程啊是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。那么一般读完大学下来啊，读完大学下来呢，基本上我觉得绝大多数整体的感觉是敏感的，都是敏感的。哎，是他要培养社会的，你在社会上混呢。 敏感不重要，钝感重要。嗯，日本有本书叫《钝感力》嘛？钝感力就是所谓钝感力，就是领导批评你一句，嗯、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为你好。有的人批评一句就要你寻死觅活的，那肯定不行。就是你不要那么敏感。嗯、其实有时候，你比如说，啊、呃，你在哪儿哪儿哪儿，你可能今天有一个事情没做到位，然后你的直系领导可能瞥了你一眼。其实他他瞥你那眼，他他他他真没瞥你，他可能是想别的事儿。但是你就可能为他瞥了你这一眼，这一天就心神不宁。 就过于敏感，呃，我觉得判断事物的时候，你比如你判断一个具体事物的时候，敏感是非常有用的。但是你在判断人际关系上的时候，不要那么过于敏感。人家其实有时候没怎么你，但是是你自我觉得，然后引发连锁反应。 那钝感一点呢？那我觉得，就朋友之间说错一句话没什么事，一一开玩笑就过去了。领导之间批评一句啊，把具体的事记下来就可以，但是不必要非往心里去，觉得哎呀，我以后是不是上升就无通道了？领导永远看不上我了？不是这样的啊。嗯、主所以主要还是谁出钱，假期算谁。<笑><笑>因为你讲的这些 <laughs> 永远现实主义，<laughs> 不是他讲的这些都讲的有道理，但是这些都是公司培训。 就是等于是工作能力之外的同事关系的一种培训，所以这个当然应该公司。不是他有时候他他还有我们自己花钱来接送这东西。那不是他有时候是为了培养你什么呢？你比如啊，你是卖保险的，为什么有的人保险就卖得好？他第一个决定你的要素的是什么呢？你要脸皮厚，对。这不是安全感，这是羞耻感，就让他的羞耻感打掉。啊，对，他先是先先是锻炼你，你要把你的这层壳剥开。 这第二步才是你的说话技巧，就是你怎么能够？因为有人也是要培训的，有人是天生的，永远会站位。就我永远说话让你舒服。什么叫让你舒服呢？就是我永远说的话比你低半头。我如果比你，我给你平视，你肯定就生气了。我给你低一头呢，你又鄙视，所以你就低半头。这个分寸非常能拿。最好的销售人员一定是说话的技巧。 而且最好的销售人员，从图表看呢，都特恐怖啊！你比如我，我去一个，那好多年前，我去一个房地产公司看销售，那墙上一张大表，所有的售楼小姐在那儿，其中第一名那条红线出到这儿，第二名根本就在这儿，三名、四名、四名都差不多。他那么，他一个人恨不得销十个人的房子，那这时候呢，那我就肯定有一个判断，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语言的魅力，对吧？那。 呃，那这个同事不会这么说，同事一定说他长得好看，他肯定是这个路子，<laughs> 对不对？他为什么搞定一个人的时候，搞定一个人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一句话。我先说我自己，我去买房，就今年九六年我去买房，买房呢那时候都是那个房地产的交易大会，乌泱乌泱的人啊，都是这个罗马花园、瑞伊森水城，什么都弄得特奢华。然后有一小摊儿，什么也没有，就一女的懒洋洋在那坐着，我就过去了，我说哟。呦 我说你这个，你这房地产项目怎么没名啊？就写着，因为我现在不能说排号，说是排号人都找我们家去了，啊。嗯、就是某某街某某号就完了，而且是某某街某某号住宅。我说你，哎，我说你这个房地产项目怎么没个名啊？就是你没起个高大上的名啊。那女孩一句话就把我搞死了，她说：“唐宁街八号也没名唐宁街，哎 <laughs> <laughs> 哎，第一举了你对吧？您来我这儿，您那是一个。 有名的地儿，<laughs> 对对，尊贵的地儿，英国首相去住的地儿，是不是、啊？<对>然后呢，他又不动声色的就把这事儿说了。哎，我一听哈、啊，我说行，我说咱俩谈。然后我几分钟我就把这房子买了。哦 <No. S 1>、啊，主要是唐宁街给了您这信心啊，不、呃就是说话的技巧。<laughs> 就是，那说明您也挺上套的呀。哎、对，就是说话的技巧，估计啊，就,说<话>就有地产商改的项目就改成唐宁街九号了对。对,对,对我，我我告诉你，不是有一能把您这样的给套住，那您这道行也不深呐、啊。不不，这不,、呃、不是他是这样啊，每个人都都是有短板。嗯、你比如说有个经典的推销案例，就是说话的案例，就是卖早餐。你们都知道这个案例哈、啊，就是服务员上来，您是要两个鸡蛋还是要一个鸡蛋？他是这么样问。 另外一个说你是要几你你是否要鸡蛋，就是早晨起来摊鸡蛋嘛，所以这个服务员永远卖的比别人多得多，因为他是让你在二和一之间选择一下，或者也可以说您的鸡蛋是要两面煎是要一面煎，你肯定选择啊，我就一面煎吧，或者我两面煎，这是会这是一个会销售的人的一个语言技巧，这个是可以教的。 你是卖两套别墅还是卖两套、嗯？一套十号还是十一号的？所以呢，就我说的这是一个实际案例，就是他有时候搞定你不需要说很复杂的话，不需要你炫，就是说我这个项目怎么样，我使的最好的材料，我哪哪哪，我们老板是谁谁谁，说的全都没有用对。对对对对，人家要的是实质，只不过恰恰是我想要的那种房型，就这个上面有。 我我最近看了一个，就是一个人是那个呃那个是是那个 FBI 专门讲人家解救人质的谈判专家。我发现他讲的好多东西其实可以用于社交，也可以用于谈判，用于各种事儿。因为他说我们忘了，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谈判。我们很多时候你给人打一电话，你说我五点钟见，但你不想五点钟，我要去六点钟，那就是在谈判。然后或者说我把车停这儿停那儿，或者是多少钱，其实我们每天都要做七八次谈判。他就说，所以谈判很重要，你要有这个心态。那他说怎么谈呢？ 我跟这人说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第一，你呢，就是他，他有几个，就是这个三板斧哈。第一个，他就说，这个人说什么，你重复一遍他说的话，就要让他不露声色的。哎，你你你，比就比如说你要说，你说，呃，我想买房子，你说您要买房子，我不买别的房子啊，我就要那最好的。哦，你要最好的。” 哦，然后就三句话以后，他就开始他要跟你说话了，他就一定想跟你说话。然后呢，你再根据这三句话，你就开始抓住他的特点。哦，知道他到底要哎。哎哎哎哎，他不是说我要买最好的房子，比如说哦，那您一定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。哎，就举了，举了，就把他的这些东西，你先是重复，然后呢抽概括，概括，概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概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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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顺着你这个就下去了。 就这个很有意思，就是你坚定的跟对方站在一起，这是说话的一个技巧。比如你刚才那个是讲的，还是一种销售的案例，就是你的这个谈判是因为大家都有目的的。还有一种非销售的，比如我们同事之间去去讨论一件事儿，比如我们讨论一个项目，那项目我要想办法，比如我明显的跟你是不是不是一个想法，那我怎么能跟你探讨下去而不止不？ 不把这个事儿最后谈崩呢？我一开始先站在你的边儿，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好的，嗯，我们俩一块往前走。对对对走的时候我，我我想尽一切办法，一点一点把你拉到我这边来，这是一个技巧。对对对如果你开始说，哎呀，徐老师，你这想的都什么？你这个，你徐老徐老师说，你背后说买了都哪个人脑子有水？对对然后就完了，咱俩就永远谈不到一块儿去。我先说，我说徐老师，你想的真是我最初想的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站一块儿了，啊，但是。 我们往前走的时候，我最初想弄，后来翻盘了，就这个意思。你在途中不停地去改进，改进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很难改的人呢，你就是慢慢的一次改一点，一次改一点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比较容易理解的话，你可能下两句话就告诉他：我最初就这么想，现在想这个是有弊端的，我告诉你弊端在哪儿。我们开学术会议呢，就是有两种说话的，一种说话呢，就像你刚才这样，那这样的人真是人缘好，他永远是，哎。 文涛刚才讲的这个是很有道理，好，然后他再把你的观点稍微重复一下，但是呢，很快他讲出他的观点是跟你不一样的，他者你提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很重要啊，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。但没有说你讲的对，对不对？先是这种，但我从小呢，呃，不是从小了，就是到学校以后，呃呃，接受学术训练呢，一直听到，比方说我的老师啊，他们就一直在讲。 在学术问题上，不要那么讲技巧，就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观点。嗯，所以我当时还真信了呢。<laughs> 就是是把 <laughs> 你<害> <laughs> 常常开会的时候，就是说谁谁谁讲的，特别是有名的人，特别是有名的人，我们会去讲。啊，某某教授刚才这样讲哈，我不同意。好，就这样来。这个也有个好处，人家马上来看你了。 就是说，人家会注意你，哎，你这个年轻轻的，你怎么会对某名教授讲的不同意呢？人家听你，但是实际上是吃亏的啊。嗯、时间久了，你知道，人家会觉得你啊、呃、傲气啊，这个狂狂妄,狂妄啊，狂妄。但是因，因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呢，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研究生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老师就这么纵容，就说年轻人就应该狂，尤其是写文章，那你更加应该直接的什么什么。所以我一直上这个当。 啊，到了我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，我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转过来。其实要理解就是很自然，因为人的大脑接收到如果是一个不同的意见，他第一反应不是好奇说，哎，这人怎么想的跟我不一样，而是这是一个挑战。对，就是有他有这科学研究，人大脑一接收到不同信息，哎，你在挑战我，所以呢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跟人交流的方式，先赞同后是是，我我觉得这个是有规律。 也有技术，但是呢，从另一方面来讲呢，人也有性格。为什么说要认识自己啊？有的人可能不适合做卖楼的工作，但是也许他适合做科研的工作，对吧？有些人适合做秘书，有些人适合做呃导演。个人有个人的这个这个性情。你比如说，有些时候讲好多这个天才啊。 你知道，都说有一种病叫阿斯伯格综合症，嗯、你<对>你知道是什么病？听过，就是听<了>、就是、就甚至说这种病叫天才病，像什么那个谁呀、啊，这个这个这个、这个、要上火星那个马、啊呃、马斯克，对对对，狂人、啊、哎，就狂人，哎，但是你看这种人，他还有个命与运，对吧？他他他他有他特殊的际遇，但是我就说，就一般来说，你承认不承认？有，就确实有敏感的、羞涩的，有一种叫社交疲惫。 就是对于他来说，他觉得应付这个每天呢、啊，跟这个领导、同事、社会上的客户，应付这些关系，他已经觉得很累了。就是有个休息日，就恨不得缩在自己的壳里。我觉得这也是很，就是这非常正常，这非常正常，对对这非常正常。就是那公司不肯出钱。对，您像马爷，<laughs> 您说的那个就是特别管用这些这些技巧。但是问题在于，有的时候啊，没有动力。什么叫社交疲惫？就是说。 打不起这个精神了，就是就是。当然我知道怎样社交，但是好像有些人喜欢独处。某些地方的团建他不喜欢，对吧？实际上也是，你看现在的年轻人，他这个这个这个边界意识、自我这个圈儿的这个这个意识，呃，越来越强了。或者说，工作和生活，他觉得生活就是我的生活，我不一定要变成公司的延续，对吧？ 这样的年轻人呢，其实有的时候他适应有些社会规则，他也挺苦的。嗯，因为你看，今天有些工作就是延伸到了生活。你比如说酒局，嗯，这真是个就是挺不好的呃一种潜社会规则。就为什么谈生意为什么要喝酒呢？为什么拉个客户都得这这这这这这么喝呢？对吧？您像马爷这个老江湖，对吧？把你们全给灭了。但是你想，一个刚大学毕业的。 他确实，他觉得这个东西，即便他能适应，这样感觉透支心灵啊，透支精神呐、啊，就是这么怎么说话，能能不说错？您知道吗？就是我发现啊，说一千到一万，有个根儿。你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说实在话，就是你意识到没有？你有一个东西是脚跟站稳了，你这个脚跟站稳了，是你这么多年的积累和经验，它使得你。 能够清醒的看待一个交际的问题，比如说这件事情怎么对怎么错，我应该谦虚对人，我应该哎高抬别人，抑制自己。你觉得啊，你哪儿哪儿门门清，你知道吗？有我有一个这个这个呃，就是年轻的小朋友啊，小同事吧也算是，就是他说他到他父母亲的那个圈子，他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了，呃，父母亲交往圈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啊。 他就我觉得他说的很形象，就是在他们当中啊，就像是一个就是小孩儿蹒跚学步，嗯，就是他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大人你们的这种交际的这个规则，我又怕我说错话怎么着，就是感觉就是本身这是一种小孩子就是站不稳啊，就是个不很深常一这个蹒跚学步的这么一个感觉，他说我不愿意出去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每一个圈子里的规矩。 比如说说个很简单的，去吃西餐，他就说我怕就是弄不清楚这这一套刀叉学呀，绝啊、就得失心很重，哎、看两边、啊哎、我记得那个、啊、对那电影对吧？那个那个漂亮女人，就那电影里面不就是教他这个用这叉？后来人家不会用，两个人就一起用那个最错的方式吃，也吃疼。就是不，我觉得就是得失心得失心这个。嗯、我我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把自己放低一点。嗯 让人家啊、呃、显示优点等等，这些可以说是说话的技巧。说实在话，能自能自低的人呢、啊，实际往往是已经有些自信的人了。这他、呃、就是生怕别人觉得自己不行的，那个我估计才是蹒跚学步、刚进入社交场的那种心理。呃，我我的意思是，那个修养、说话态度是锦上添花。 但是更重要的东西，我面对我的学生哈、啊，我还是一直跟他们说，比方说你刚才讲的这种心理哈、啊，他碰到一群人，他不知道不知所措什么东西，那其实真的不必担心，你就犯错也没关系。嗯、我最简单的一个例子，我上课感到最为难的一个例子就是立论。我们知道鲁迅的立论，对不对？到人家家里去说这个这个小孩将来升官啊，赏一笔钱。 这个小财家发财，这个很好。这小孩将来要死掉，被人打出来。那鲁迅的总结就是说，你你看，你看，说真话讨打，说假话拿好处，那人应该怎么办？那个老师就今天天气，哈哈哈。那然后就要跟学生，学生，我就这里边就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了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年轻的学生到了某一个场合，周围大人都在说话，他们似乎有一套礼节，可是在这个学生看来，他们很虚伪。 他们中间有很多假的东西，他实在是不适应。他要是适应，他不会有这个感觉。嗯，那这种时候怎么办？我我是碰到这种情况下，我总是跟他们说，比修养、比事故更重要的，还是你说真话，还是你说出自己的东西。我说，比比方说，我有上课说错的东西，我有一句话，我说你们多少人会跟我指出？比如一个简单错误，广东话的一个发音，读一个音读错了。 很少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说举手会来跟我指出，那我就说我是赞成他们，他们给我指出了，我就是下次我可以避免了。但讲完以后呢，正面教育完了以后呢，我还补充一句，那说实话，我以后又会记住这几个给我挑错的学生。哎，<laughs> 那这又是实实情。